们希望中国民主化、自由化、人权受到尊重，就像台湾一样。绝大部分的台湾人民希望用台湾的名义加入 WHO 的大会，因为中国的打压让我们没有办法参加后天要在日内瓦举办的世界卫生大会。我们在这个地方代表台湾人民向中国共产党政府表示我们最严正的抗议。